咁我咧就好开心可以行到呢个巴黎嘅时装周啦，因为我系人生第一次即系走上呢个国际嘅舞台啦。咁今次最特别嘅咧就系件衫，因为件衫咧我系换咗四次啦，先至可以换到最后呢一件，我觉得都好好衬自己，都一件好高贵、好优雅嘅一件衫。我谂今次最难忘就一定系件衫啦，因为件衫其实系全 see through， 咁啊入边嘅打底相应都系自己要攞嘅。咁如果我自己冇准备好呢啲打底咧，咁佢哋其实可能都 expect 你系就咁着。咁啊，其实睇出边，我今次睇完其他啲 model 行 show 咧，佢哋都系冇话特别去贴雨贴或者去遮嘅，咁所以咧。今次就比真系最难忘就系件衫，但我觉得件衫出嚟系好高贵、好优雅。